整个太阳能光电是如何掏空我们的国库。那亲像三龙拍树打在母亲大地的身躯顶，你甲想看卖啊？有可恶？剪掉无咧看吗？局长接受性招待被收押，厂商也被收押，承办的也被收押，市长也被找来问话，到底能追回几亿几亿的不法所得？啊，唔知。在剪掉还没有厘清这些犯罪所得以前，连家袂使搞安起，国库掏空，你要对人民百姓这苦难的百姓，落地啊，人来补。台湾的乡亲啊，你敢挡得掉？你敢挡得掉？电价如果不动涨，台湾百姓绝对的期盼，奉劝民进党，你茫有五厘空，偌清的手机兼摆卡。错误的能源政策啊，造成了今天国库被掏空。很多民进党的好朋友呢，我们的同仁啊，讲拍摄没啊，哦，叫两家替人家讲几句啊。整个太阳能光电是如何掏空我们的国库？在所有的绿能遍布，我的故乡台南竟然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。三分之一啦，遍地拢是太阳能板，就亲像三龙拍树打在母亲大地的身躯顶。敢那我一个永康，一个七股，110平方公里，太阳能光电就占了15平方公里。你敢想看卖啊？有可恶！如果这些钱没有被掏空，你今天再来跟我讨论要涨电价，各位想一想，不但开了88枪，开枪是以工程的大小，小工程开10枪，大利益开88枪，剪掉不得垮吗？有在办，司法委员会应该到南检去给他鼓励鼓励，检察官啊，开始要侦办，在检察官没有查出来以前。现在承办的业务单位局长接受性招待被收押，一审二审都判了，但那不是光电，真正掌控在他手上通过500多案的光电开发还没有厘清，厂商也被收押，承办的也被收押，市长也被找来问话，到底能追回几亿几亿的不法所得？啊，唔知，也许这里能要回500、1000亿。那为什么要涨电价？本席建议啊，在减掉还没有厘清这些犯罪所得以前，电价袂使搞安起，国库掏空，你要对人民百姓这苦难的百姓，落地啊，人来补。台湾的乡亲啊，你敢挡得掉？你敢挡得掉？过去国民党执政8年，每过蔡英文总统、苏贞昌，以及包括真侪民进党委员，拢每过，因为因苦民所苦。今仔日我体谅因的执政，伊讲伊歹势骂，叫我当家替因讲几句啊，讲我即马即个政府讲我老百姓，电价如果不动涨。台湾百姓绝对的期盼，奉劝民进党，你茫有五厘空，偌清的手机兼摆卡。好，谢谢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1000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，
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型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